啥意思呢？什么意思？突然这么红吗？挺吓人的。啊？挺吓人的，哈尔滨的红。发个圈来。哈尔滨的红太阳。这个红点儿的，哎呀妈，你看就像一个点个点儿。感觉特别快呀。下的雨特别大，一共下的雨特别大，地下全是小泥毛，车上、地下全是。4月22号下午，朝阳、通州下冰雹。我人给你看一下了呢，哪里上的班了呢？整个红街都装晒了啊，这里呢，我房子都装满了呢。兄弟，你怎么下海？我再弄下楼啊，老二。搞快啊！落啊落啊落啊！哎呀，飞飞跳！呜呼！好事啊，好定啊！
几啊几啊，落冰炮啦！都在路中间嘅咧，喺光沙度嘅咧，嚟啊！屌你奶！我真服了，严格收紧，走了，不应该走了。哎呀，大哥，你走上去吧。但是上去我的裤子会拍出来，裤子会被拍出来，走。啊，好夸张，他们在干嘛呀？好吓人啊，我真服了。我们走哪个地方走？不要再拍了，好烦啊。好夸张啊。而且他们来了一句是明星吗？我好晕啊。而且有些阿姨，早知道我戴个口罩了，因为我一直没有。上海美女律师火了，这名青年律师称自己律师收入月入5000元，直播收入20000元左右，没有直播我在上海活不下去。他并在律师群中鼓励大家去做擦边直播吧。4月22日，律所回应已对其进行批评建议和教导，当事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律所不会对其进行开除处理。这只是我当时开的一句玩笑话，甚至有些人说我38岁已婚女律师擦边赚2万，有些说我下海了，有些说我有小肚子，怀疑我生过孩子。我99年的，今年25岁，青年律师没案子，难免有些收入焦虑嘛。前段时间就在小红书上搜律师副业，然后发现有些人说自己一边做律师一边8套房子收租，有些人说他一边做律师一边算命，有些人劝律师去擦边。然后我当时看了就觉得很好玩，就开玩笑说的这句话，说去擦边直播吧。但我真的没有，我本身的直播内容是没有跳擦边舞的，我每次都是穿着毛绒睡衣裹得严严实实的，晚上下班之后和大家
直播和粉丝连麦解答一些简单的法律问题和情感疑惑。我对这个截图中劝同行去擦边直播吧这两句造成的舆论呢，就是我是感到很抱歉的，我不应该开这种玩笑说这句话，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会有人把我这句话截下来发到网上去，我今后一定会谨言慎行的。我的本意也不是让同行去擦边，而是说同行可以采取直播的方式来拓展案源。我小红书没几个粉丝，我也没想到会突然有这么多关注，但是我在 B 站直播内容和视频不包含任何擦边元素。我的舞蹈加普法视频，不管是从平台的审核规则还是视频整体观感来看，舞蹈是抖音的热门舞蹈，普法也是正儿八经正装讲一些热门的法律问题。如果是真的擦边色情直播的话，平台审核组都不会让这个视频发出来，然后视频本身就不涉嫌违法擦边，最多是有点抽象罢了。就像绘画艺术从最开始的浪漫主义、古典主义、写实主义，再到以毕加索为主的抽象主义，现在短视频的发展也是从原来的精良制作，再到以真实为主，再到抽象盛行这么一个阶段，就是几个元素叠加的。但是有些同行和自媒体人根据网络上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没有了解我的全部视频和直播内容，就直接去司法局和律学举报我，说我影响律师高大上的职业形象，律所主任也连着三天联系我，因为有人投诉，然后把以前的跳舞加普法的视频删掉，然后有些视频是我接了甲方广告的，就那种舞蹈普法加购物的这种视频，甲方视频是至少要保留6个月，所以我目前还不能删。我已经三天没有怎么睡觉了，被这件事情网上的一些舆论看了，就是寓教于乐，更新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这种新颖的普法视频是不可取的，律师必须时刻保持严谨认真一丝不苟非常有钱非常高端的这种状态，律师不可以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律师不可以在网上发布一些新颖的普法视频。今年律师职业不易，那以后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董冰星，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17届县文科状元，本科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考研复旦法硕落榜生，但一个月左右过了法考，雅思6.5，从小三好学生，我自认为是我做什么事都很有毅力而且认真负责的，原来是校舞蹈团团长，现在靓仔小兵，是一个抖音专门发抖音舞蹈的一个账号，就普法文案也都是我自己写的，视频也是我自己剪的，舰长提督加微信问的问题也都是我自己亲自回复的，我目前还没有加任何的 MCN 机构，2年以来我几乎都是白天工作晚上制作视频或者直播的这么一种状态，我觉得我没有做任何违背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的事情，没有和法官进行利益勾结，没有和我的舰长说的一样去 KTV 坐台陪老板喝酒拉一些公司纠纷的大标的案源，只是工作之余将我的舞蹈视频和普法视频结合了一下发在短视频平台上，并且晚上直播连麦解答粉丝的一些连麦问题。如果因为一些不知全貌的同行和一些断章取义自媒体的恶意宣传导致我被律协和司法局举报，我会觉得这是新时代的文字狱和视频狱，律师行业不干也罢。资深律师垄断案源，青年律师举步维艰，我合法的利用自媒体平台发了几个新颖的普法视频，拉拢了一些标的额为10几万的小案子来维生罢了。如果因为一些营销号的恶意杜撰导致我被处罚，我真的会对这个社会非常寒心。21年毕业后，我考研加法考，22年上半年又赶上上海封城，我从22年6月份入律师行业开始，就从实习律师的4500，到做受薪律师的5500，交完房租所剩无几。那工作之余，就在 B 站直播，从10000粉业余时间做到600000粉，我牺牲了几乎所有的用来闲暇娱乐的时间，几乎全年无休。为了熬下去，我尽力的。但如果因为一些网友的造谣，导致我真的被处罚了，还真的应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满嘴仁义道德，但我却看出了吃人。今天是2024年4月18日，我们正常到北京。根据那个宪法，我们到北京来上访，现在被他们押送回上海，被警察押送回上海。今天一上火车，他们就打我们，就打我们，就打我们，哎，我们今天被他们打了，啊。那被他们打成这样。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在韩国出产的高丽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可增强免疫力，使疾病无法入侵，被称为万灵补品。高丽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入药用的人参又有生晒参、白参、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含国优质6年高丽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鉴》记载的九蒸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高丽人参含有34种人参皂苷成分，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另外，人参皂苷 RA、RF、RG3、RH2 为高丽人参独有的成分。经九蒸九铺制作后的黑参，燥火性质进去，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丽参上火的问题，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皂苷 RG3 的含量比红参高8倍，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皂苷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是红参的6倍多，是白参的16倍。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